每日神话，国度随着我画的完善而逐步成型在地上，人也逐步恢复正常，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。在国度之中，所有的子民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，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，而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。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，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。人与人不相争，国与国不征战，不再有残杀之状，不再有残杀之血流动，全地充满喜乐之气，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。我在全地行走，我在宝座之上享受，我在众星之中生活，天使为我献上新歌新舞，不再因着自身的脆弱而泪流满面。在我之前，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，无人再向我诉说苦衷。今天，你们都在我的面前生活，明天，你们都在我的国中生存。这不正是我赐给人的最大祝福吗？因着今天的代价，要承受将来之福，要生活在我的荣光之中。你们难道仍不愿接触我灵的实质吗？难道仍愿自我残杀吗？人都愿意追求看见的应许，即使其短暂，但无人愿意接受明天的应许，即使其到永远。而人所看见的，正是我要毁灭的；人所摸不着的，正是我要成就的。这是神与人的相差之距。神话的完善而逐步成形在地上，人也逐步恢复正常，从而在地建立神心中的国度。在国度之中，所有的子民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，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，而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。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，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，杀之血流动，全地充满喜乐之气，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。全地行走，神在宝座之上享受，
身在中心之中生活。天使为神献上新歌新舞，不再因着自身的脆弱而泪流满面。在神之前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，无人再向神诉说苦衷，诉说苦衷。在神之前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，无人再向神诉说苦衷。今天你们都在神的面前生活，明天你们都在神的国中生存，这不正是神赐给人的最大祝福吗？这不正是神赐